害啊，老板你好，老板。我跟你讲哦，富大仔这次啊，我们这个鸭店本来都快关店了，这个台北市扫黄扫得太厉害。我跟你讲，还好有你们三位好兄弟一起来支援呢、啊，要不然我们这家牛郎店啊，我看明天就关掉就算了，把门帘掏出来。好，没问题。门帘，门帘，哎呀，这个我们现在是等于是重新开张了。在过去来讲，这一条街啊，就是我们这一家牛郎店是最嗨的 ，Friday 之主啊，第一名的习惯。门帘给他看一下，一两三四五六七八，第二一年。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横批啊！铁盖管呢？铁盖管呢？高一点，速战速决。大家应该知道我们这一家是做什么的啦。但是，当然这个门帘呢，哎，还没，这个念归念啊，但是还是要有口诀啦。这个念法是不一样啊，这是这样念，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速战速决。掌声给他鼓励一下。哎呦，啊，都是这间啊。介绍，哎，我叫做 Peter， 我叫 Michael。其实呢，我们两个穿着呢，是我们是大概在台湾有牛店，我们算第一代了啊。这个今天呢，我们盛装来这边呢，就是要告诉大家，一日为牛，终身为牛。是啊，是啊，没有办法，做了这一行呢，我们就要任劳任怨。今天听说这里附近有一家新开的地儿，而且生意非常好。哎呀，想当年二十几年前，我们黑白双煞在牛店。不得了，只要听到我们这个声名大噪啊，只要听到我们这个名字啊，哇，老板就争相聘请啊。以前大家都知道，你是做门面，我做口碑的。喂喂喂，您是做门面，我做口碑的。你门面好，我口碑佳。好好好，反正现在有威尔刚了，大家都可以做口碑了。哦，哎，这个不今天来这个地下店就是新开张的啊。这两位，哎哎哎哎，哎呀，你不是小吴吗？哎呦，哎啊，哎呀。这不是我吗？吴大哥跟这个贺大哥吗？哎呀，哎，我亏点坐下啊！两位怎么会今天是来消费的？哎呀，怎么这么巧在这个地方碰到你？怕不啦？怕不？是，你要知道以前我们在牛店的时候，小吴是代客停车的。是是是。你讲讲看，当年在我们给你小费，你现在都可以买洋房。对对对，谢谢两位大哥当年的这个照顾啦。这么多年了，二十几年，你还在这边代客停车啊？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起码一个人搞得独立啊。是是，独立。两位今天是来？哦，我们是来这边应征的，这边缺牛郎嘛，是吧？应征牛郎、啊、是啊是啊，哦，我还以为两位是来应征这个开门的。你是什么的？你想当年的服装，这个算很讲究，是不是？但时间过呀，姐你啊，你看这个几十年前的事情，你们现在还当牛啊？哎呀，你也知道，这个以前当牛的是一开始上班是为了环境啊，哦，起码是兴趣了。对对对，忘了。但是这个牛郎店现在没有那么好混了，哎，我也知道。这个政府啊，取缔的非常严重。可是这二十几年来，我们还是一直维持了体力啊。你们行吗，两位？可以，没问题啊。这这这，小吴啊，你要帮帮我们的忙啊，对不对？你也不用，你们真的要来这里上班吗？是啊。来，后面几位徒子徒孙啊，赶快向右看，向前看啊！有没有看到啊？这两位大哥，我真的好好给你们介绍。小吴啊，你是趴车的，你现在是干嘛？不是。我起码是老板呢啊！
当年呢，我们就像100、200、100、200代客停车给他，给他小费，现在开起店来了，是我都有存的，对啦，我有欠一寡钱哦，自己开的这家 pub 啦，哎呦，找几个好兄弟过来帮忙，这新进的是吧？新进的啦，哎呀，其实我们牛店呢还是要讲究伦理，伦理当然有了，这两位我跟你们好好介绍一下，这两位当年在我们台湾的牛店里面啊，他们算是最不得了的两位，他们呐、啊、开玩笑，当时红到什么样子啊？他们开的车子是法拉利啊，不得了，戴的手表最烂的就手上这一颗80几万啊，哎，用的打火机，单单打火机就吓死人了、啊、你给看嘛，有没有看到蹦丢的丢宝丢宝丢宝，这个不要羡慕，好好努力就可以，对对，而且不得了啊，当时啊想要包他们两个差不多80几个人、啊、哦，洋房啊，不得了，你给看嘛，我们在中山北路规条拢因那个人啊买起来，有没有看到？所以他们今天两位再来到这里，是给你们一个活生生血淋淋的教训啊！有年轻的时候有赚到钱要存下来，要不然这到老还要做。哎，您两个太可怜了，嫁老哥出来的当牛郎啊！你搞不要自己被动，不要跟他。你搞不好我问看起来怪怪的。不是不是，这几个年轻的，我们要让他们知道赚到钱要存一点啊。也不能这样讲，这个因为我们当时年轻不知道这个行业好赚嘛，不懂得节省，也不懂得储蓄。但是话再说回来，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一样，现在客人来都是老点的。老点啊，老点都是指定的，对吧？我跟你讲啊，吴老板，你经营这个店还算身手。客人来的年轻的花不起钱，真的吗？年纪大的不会喜欢他们，一定喜欢我们这种。麦阿内公，您两个底下上班呢、啊，唯一能做到的一种客人呢、啊，很简单，就是盲包了。这么多年来，对不对？麦阿内公，麦给我小，给我老板。好，老板，我们今天是很诚恳的英雄，对对，英雄不提当年勇。今天来上班是一种诚意。麦阿内，我跟你讲，你们真的不太适合这里。在过去那边有一栋大楼，那里在真人，你们去应该可以。那你也有 Friday 吗？不是，那边在真大厦管理员。真的，就让我们混点饭吃。更何况，对了，更何况你们这边有底薪吗？有，当然有底薪了。底薪大概都是15万，哎呀，15万算不错了，不要计较，可以了。好的，谢谢老板。你们两位当然也是啊，15万，谢谢。15000，一万五，这么多年的交情，给15000算是人吗？老朋友，如果说我给你15000出去，天打雷劈，就是说嘛，还是有点良心。对，以前人家还照顾过我才给他们15000，是不是？嗯，两个人15000，哎。才10000，算，不要上，不要马上，没有，你们这边有没有做外场？外场当然有了，有了，靠外场，底薪没关系，我们就靠实力，我们口碑嘛，对，就是客人喜欢的话，主要赚钱是靠这个了。哎，我们跟他们都是37分呐，差不多37左右，合理，37分，对了，当然给你们老朋友，我们也一样照37啊，37啊，37，对，37，不要上，不要那就。哎，今天来上班，哎，真是牛若平阳被犬欺。买那个，不忘了讲，现在客人挑剔的厉害，你们至少基本技能不知道还啊？老板，你还可以吗？任何上班都有试用期嘛，你就看我们今天的表现。我真的吗？我们绝对给这些年轻小伙子难看。我们有英文名字，他有吗？啊，开玩笑，这边英文名字没一个很辣的，叫什么名字？叫威尔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叫威尔，我老板给你们个名字叫威尔杠，好了。你叫什么？我叫 Pony 是吧？嗯，小马呀 ，Pony 这个名字像小猫嘛 ？Pony 小马，那加个意大利哈，意大利 Pony， 意大利种马。哦，这行李特动站。哦，那你有名字吗？我叫小钟。小钟啊，哪一个钟啊？金童钟。金虫中啊！哇，怎么有这武器呢？哇，这秘密武器哦！这叫 Simon， 叫 Simon， 好吧？那你们两个，我叫 Peter， 不，你叫 Robert 好了。啊，为什么叫 Robert？Peter 好听啊，姓胡嘛 ，Robert Who， 胡萝卜嘛。好了，好不好？那你两个才要晒死啊！我介绍胡萝卜。吴老板，这个可以了。那你看我的样子。那你多变多啊？安利好了，你叫披萨好了。啊，为什么叫披萨？而且是实景披萨，好吧？哎，老板说什么算什么。好了，披萨。我跟你讲，用了今天呢，你会后悔用他们三个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们实力啊。你们至少对客人也要能够抛媚眼。今天我当作是女客人好了，来随便挑一个，来小马，意大利种马。
怕怕怕怕，有没有看到？现在年轻人怎么会做这种变态的动作？开玩笑，那你们至少要有一点功夫啊，客人才会喜欢。这个我内行的，你来。拜托了，你这跟他公园内底的叫客的，像话吗？那个不高啊！你脸冻得实在是太难看。对，不是啦，这脸像这个中风的。对，这也不能怪他了，有一边没叮当嘛。啊，来，你休息试试看，眼神。那个查了，跟小偷一样，你看。就爽了，我只想要动手尔，好加在你出手。啊，不，我得以小欺大，贼心难改。我们这样子不是办法。对的，你客人来的时候，不行，看看我们魅力。我跟你讲，魅力是一回事啊，但现在靠的是我们牛郎店，靠的是体力啊。体力当然好、啊。来，给其他的传出来，注意看了啊。哎呦，好夸那个，光这一点女客人就当场已经昏倒了。来，哎呦，来闪兵，你看我头。哎，他真的表演降落之势，是，所以我们都可以的啦，你放心。阿内虎啦，既然大家是好兄弟，但是哦，大家先话丑话讲在前面哦。客人来，他点哪一位，这不关我们的事情。那当然，我们靠本事嘛，是不是？好了，今天我们这新开张，也不知道有没有客人能来。两位大哥，坐。啊，坐。来，用点茶点啊。Jennifer， 哎呦，姐姐，哎呦，来，Jennifer， 新开张啊啦，嗨，最近，嗨，有一些，对，最近有一些新货来，我不是打电话告诉你吗？开门。这两位也是 Jennifer 来了，要有新店开张。对女人的温柔，春风啊，好棒哦，感觉好不一样哦。两位，这 Jennifer 新来的，这是含苞待放的花吗？是。好生气哦！你看到没有？学着点，对女生有温柔嘛？好温柔啊！要有手腕啊！人家这老大都多厉害！你会不会太冷了？好体贴哦，我最喜欢这种男人了。啊！谢谢，好有家的感觉。Jennifer， 我知道了，这个地上人太粗，那当地。哦，好，谢谢。Jennifer， 哎，大家光临，今天我们店里什么都有，你要尽量开心，哎。哇，其实呢，这个你们也知道，我知道个人不会很严格，但是我就是喜欢听歌。那两位可以吗？不行，我换别人。我喜欢听深情款款的情歌，要深情款款看着我。意大利浪漫的情歌，法国浪漫的情歌，你喜欢唱情歌吗？是，而且听情歌，让你如沐春风，感觉呢，你是情场得意。嗯哼，你现在会觉得有点热了。来，扶一下。是，你看，我好期待哦。现在就是我们两个，我好期待你们两位我唱的歌曲。你放心，我们唱的情歌非常的感动，一定很贴心。那没问题，我们就来首合唱一下好了。High class， classic music，OK。哦，哪一首啊？啊，听着就是它，应该不错啦。春天花咧正芬芳。双人心头才沉重，有话想要对你讲，不知通也唔通。嘿，多一项，敢也有别项，百分笑，目睭红，你我莲花自自红。好嘞，哎呀，好啊，哎呀，赞。没想到这种歌曲可以唱那么浪漫，我好开心啊！怎么样？赏个大酒，赏个大酒吧！三杯大酒，好，一人三杯啊！看到没有？哇！我跟你讲，年轻人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你们出来把马是有一杯大酒就不错了。哎呀，你看你们两位三年不开张啊，开张就吃三杯啊！哇，你看到如沐春风，就搞笑。谢。那今天晚上我们到哪里去玩了？考虑一下，好不好？考虑一下。别，哎呦，别讲，人客别强，人客别考虑，哎，我考虑。那后面新进同仁啊，因为你说有新货，那种真的新。对啦，哎，其实我跟你讲，真金不怕火炼，年轻人怎么跟我们比？就是说，我们看看耍什么花招。你们两位坐出来，来，那我们开心的年轻，好不好？来。
老板不是我在讲，今天喉咙还有点真不舒服，真的，我就不要勉强，不要勉强啊！不就为了这位 Jennifer 是不是？Jennifer 名字啊，我叫 Pony， Jennifer Pony， 我就唱一段副歌，那就加油了哈 ，Jennifer 就交给你哈。我喜欢听深情款款的情歌哦 ，Music 好。电到了，上赏个大酒，赏个大酒。他既然说要把他灌醉，那就一百杯好了。一百杯大酒。哇，是，不要多说了 ，Jennifer， 我们走。对，就这个了。我们俩加起来才六杯，他一百杯，他一百杯。Jennifer， 我们这么认真，对不对？就是说嘛，那 Robert 是不是 Robert？ 庆祝元旦嘛，庆祝元旦多给两杯嘛。哦，好吧，那我再多想两杯好了。再两杯，谢谢。果汁，妈喝。就是好了，那两杯果汁，我想谢谢你，出场，我恭喜两位啊！哎，速战速决哈，等下个谈哈。Jennifer， 再见。哎呦，你个看麦，你个看，啊你眼睁睁就被人家捏造去了。不是这个没办法，这个我们的歌没有练到这里，我们回去会检讨。对嘛，你们哎，上面西呆还在唱这个事情。不过这个客人回来他会后悔的。真的吗？因为一定得不到快乐。哦，那可不一定啊。要知道，以前我们20年前唱这歌是很红的。好了，时代转变，没关系了，没关系了哈。好吧，两位老大哥，现在竞争越来越少了，搞不好后面来的客人啊，就让你们先唱。好吧，好吧。哎，要怎？哎呦，客人来了，有客人来了。就是这一间啦。介绍一下，这两位是新来的，但是他20几年前也来过。Hello? 是，那个披萨你好，这是妹妹 Robert， 你好，披萨啊，是。Hi, nice meet you， 你的服装非常漂亮，身材又好。真的吗？哦，对耶。来这边玩得开心啊！我们牛郎店呢，就我们两个货色算最齐全。Robert 哥，还有这披萨哥，其实他们两位以前也来过。他们两个什么都不爱，就是爱跳舞。哦，哎，你只要陪他们跳舞，跳到他爽啊！我告诉你，这爽起来可吓死人。没有关系，喜欢跳舞这是我内行。哎，我以前跳舞你也可以，大家最喜欢我的舞技啊，跳舞你也可以是吧？看完我的舞艺之后呢，就被电到了。哎，太棒了！那我今天介绍这两位是肯定没错了，好不好 ？OK。那他们两位今晚就陪你们先 test 一下。不行，你再叫我。My name is Robert。Yeah。不管什么舞蹈，我都会。My name is Pizza。You got it。Music。哎呦。为官职哎，不得了啊！30年前你在中山北路也是这样跳的，怎么样？这个舞蹈你们还习惯吗？是很棒啦，可是这个舞蹈好像是我妈那个年代的舞蹈。不是，你今年几岁？我才24啊！你这样会得罪客人，这样不好玩的啦。OK， 拜，两位，我讲一句话，是叫 Jacky 就可以了。两位既来之则安之嘛。我已经打电话跟你们讲了，这里有新货到，信不信？这我这如果没有新货掏不出来的话，对吧？那我岂不是骗你们的嘛？不是你了，对吧？是他吗？不是他。不，那个货拜托，今天都在唱嘛，哥今天带几个。哎呦！那你会跳舞吗？跳一下给他看，给他看。是哟。Tango。Tango 啊。还可以吗？我觉得我好像躺在一个那个弹簧床哈，那个没有弹簧。可以吗？我好像被部卡车压到，我都没有讲呢。这两位客人竟然也塞呗，我尬一样。我们出去玩。等一下，你听我讲一下。小蛋，拍谁的蛋去了？哎，多爱。
不是我说不让你们来，你看你们两个一来，我这个店迟早要收掉啊！我介绍别人去看卖了，别人嘛没多啦，没多啦，那我没多，别人没多啦。那新人要让人家一个机会。那个啊 ，Welcome， 来，是新人，两位，两位。我给你介绍一个新咖哈，这一咖他是这，他名字叫 Will Gang。哇，是是是，对对，当然西装一脱下来，你还不上别家店去玩呢 ？Will Gang 算什么？我们有天挑地挑啊！天挑地挑，你来让 Pesto 姐姐看嘛，他这个舞蹈也很会跳，陪你们跳整晚。Come some up the music, go。哇，跟你讲，今天晚上啊，更小更小，以一挡百了，好不好？就这一个了，就这一个了。老板，那来出场，再照完三期了，三期。尴尬，来更小，老前辈不好意思了啊。啊，再。嗨，谁哈？哎，对，再玩就。哎，哦啊，拜托哎，恁两个什么时代够人咧跳探戈？你还咧看，刚才咧跳光辉录影带的，你惊死人。小吴，你也不晓得，吴老板，你看这里涨，你讲我们这个很好专辑啊，对不对？我那叫拜托你，过去套马雷蒙的玻璃，佮刚提出来，惊死人。以前那个影星文英都在点我跳舞的。哎呀，今晚能够跳一款空中两分跳一款啊。哦，哎呀，那没关系啦，不要紧啦，反正就既来之则安之嘛。现在当牛还真难，还把肌肉练成这样子。现在店里面呢，最红的都已经出场了，你敢看？阿伯春节的工人里啊，今天看到他了，我跟你讲，是啦，拖动啊啦，今天吃一吃够够啊。如果连这个你都干不掉的话，我看你们就真的当大夏管理员。放心，我们是乳牛，跟水牛不一样。但是乳牛30年后还挤得出牛奶吗？你放心。但我看本事就知道，真的是啊！我来看这阿妈唔知够人客无啦啊！哎呦，有客人来了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。哎呦！哦，哦，哎呦，戴安娜！哎呦，这是哎呦，来，坐一下，坐。哇！哎呦！哇！哎呀，你看怎么这么久没来了？我就跟你讲，我们这里真的有新货到嘛。不是跟你说过，我老公在我都不能来的吗？那你老公他已经走了吗？出国休息一个月，是出哪一国？最好是出天国那一国，是不是？啊，巴拉圭，到巴拉圭啊！哎呦，去一个月啊！那你放心，这一个月就让我们好好服侍您。哎，你不是说店里有新人？有新人。我告诉你，你老公到巴拉圭去，你都到这里来买乌龟，那就对了。哎呀，而且最近真的有新货到，环肥是验瘦啊，保证你会满意，好不好？这是个一个月新规进场后叫。两位，就介绍一下，披萨，哎，这位 Robert， 然后被人家搂，你要被人家搂，太狂了，你这是，借我垫一下，这个还不错，你蛮可爱的。不过，你不要看他们两位，不要以貌取人。在牛郎界，他们两位算是超级红牌。这位姑娘不是第一天出来玩，你以前有没有听过黑白双煞？黑白郎君我听过，黑白郎君，那意思一样的。以前20年前呢，他叫史艳文，我叫碧雕。我好像听我妈说过。那今晚我就介绍这两位给你了，你放心。可是我喜欢那种浪漫的。哦，浪漫。他姓烂，我姓慢，浪漫。然后有那种气质，对，有气质。你放心，等一下，大哥。我们两个情同手足，两个抢是没有用的。OK， 他真喜欢浪漫的，是是是，就各凭本事，不要怨我了啊。对，啊可以吗？哎，来，来，我觉得你喜欢浪漫，对啊，你是喜欢唱歌跳舞，还是在沙滩上裸奔，还是裸泳？我喜欢比较刺激，然后有点 OK， 喜欢刺激吗？
我们裸体骑摩托车，你看怎么样？我是说，这个够刺激啊！不是，我说的是乐器。他人家讲的是乐器，乐器哦，要会玩乐器是吧？对。哦，你放心好了，我是有名的吹喇叭手。没有，真的吗？哎呦，哎，这次就看我们家披萨了啊！哦，哎呦，哎呦。呼花表现起来，这摆你我都出场，我就看这一招了。你放心好了，披萨，我会吹得他很高兴。披萨啊，加油！这点我是没办法，但是你要好好表现，就算你成功，我也替你高兴。好吧，加油。安全 melody。一般呢，会玩音乐的人，会玩音乐都很高，都很高傲。是哦。稍等一下，你先有的麦克风，我两个先来放一下流的。再不，三五十杯大酒给他，他不要吹了。五十杯是因为希望你不要吹，是好吧？八股，没错。那我再吹一下，看有没有一百杯。不行不行，难听，跟他磨砂尬一样。是的，我看这个没办法的了，那就是改天呐、啊。他这点都没有人会音乐。糟糕了，本店呢刚好都是一些新来的了，大概也没有什么才华。我看那个新的他也不会要了，黑不可怜了。哎呀，哎，那我们家 Simon 跑出来 ，Simon 怎么他坐在钢琴这里？我，你怎么坐在那里？因为我想唱一首浪漫的情歌，让需要我跟你合奏吗？啊 ，No， 各位没出息。Are you sure？ Yes， 那请来，请来，请来啊！啊，戴安娜，到钢琴边来欣赏她的演奏。哎呀，真是郎才女貌。哎，这高级那个看不出来，个弹钢琴，哇，个会唔是会向弹，个会向，个会向钢钢琴嘛，我来听。哦，选择吧。Day after day。这对嘴的吧？没有，就很甜哎。哎，歌声比你好哎。啊。头啊吹起来，头啊吹起来。哎呦。请坐，请坐，来来，两位怎么样？赏个大酒，赏个大酒。赏他五百杯大酒。五百杯哟！哎呀，好，来，两位，来，我们这么辛苦，我刚才吹的很用力呢。对呀、啊，我们都没有大酒啊。我刚刚赏了你五十杯了。再来一点嘛。可是我没有啊。哎呀，你来一下，可怜我做朋友。好吧，一人再给十杯好。哎呦，谢，一人再给十杯。果汁，果汁，果汁。哎呀，两位请，两位请。哎呀，又是赏果汁啊！我华内实在是多苦啊。搞到最后，你们两个还是好酒成瓮底啊，老牛是成草底啊，是吗？我报名三天没胜利，但系我报名三天，我都杯踩不出来哦。不可怜啊，我个看咧，这从年轻到老的，你们两位大概都不太适合大家的口味啊。我看这边都没有盲包来捧场吗？没有啦，都已经都没人啊。我看干脆我们真的从良算，我们真的要转行了。
我们不能鼓励年轻人走入我们这个行业，说的二十几年来的痛苦我们还不够吗？对对对，但是我跟你讲啊，其实啊，不要以为现在换了市长啊，我们这个就可以继续这个从事这种行业，这是不对的行为，对的，我们不能忽略马市长。老板，老板，对对，老板，哎，等等等，老板，有被临检了，是要临检太多，怎么？对啊，我们去厚德路一进门口都是警察，哎呦，太危险了，你不能到厚德路，应该到摩德路才对吧？真的吗？摩德路是比较贵的。铁路，哎呦！其实我跟奉劝年轻人要靠实力赚钱。对对对，我们还是要转行了。我们做二十几年经验，告诉你们呢、啊，不要不务正业，好高骛远。说的可是了，那干脆我们四个就组成修比都华 SBDW 了。哎，我们有道理啊！那这样的我们两个台湾的库龙嘛。不，卖那个，你两个嘛是用英文名字啊？你们是 SPPW 啊？什么意思？松饼饼。好，你给他听，好不好？不是。今天演这个剧啊，我们不能忽视马市长的决心。对，我跟你讲，不要向公权力挑战。没错没错，年轻人呢、啊，就是要有自己的理想，要好好从事靠劳力来工作。对，怕马他就怕不当牛郎，是吧？做这种白日梦那根本是不可以的。不要好高骛远，千万不能做白日梦。